上完了啊，坚持啊！不行吗？喘不过气吗？不是你受不了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一样，凭什么你比别人娇贵啊？武警西藏总队的战士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魔鬼周期训练，正在进行的是沙地伪装科目。你别给我脸，谁不难受啊？谁不难受？把胳膊埋进去，难受可以，难受不愿意动手，听到没有？明白。我手这块不要，先不要干，我手这块。提起西藏，大多数人脑海里涌现出来的，可能就是高原、雪山。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山脉中间，有一部分山体因为常年日光的照射出现沙化，成了西藏一个独特的地理现象。武警西藏总队的官兵们针对当前反恐形势，在沙化的山体设置了不少科目进行训练。这样恶劣的地理条件，让经常参加魔鬼周训练的老战士也叫苦不迭。一路就跟唐僧取经一样，太艰苦了，就感觉走走停停吧。一路上碰到不知道多少妖魔鬼怪。杨中英是一位入伍七年的特战队员，在这次魔鬼周训练中，他还是第一次担任组长的角色。对于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和一些技能，他掌握还是比较快的，他特别谦虚好学。杨中英性格活泼，头脑灵活，军事素质比较过硬，每次参加大规模比武名次都比较靠前，在去年进行的雪域勇士比武中还拿到了勇士勋章。然而这一次初次担任小组长的杨中英能否指挥好小组成员，在这次的魔鬼周比武中取得好成绩？魔鬼周的第一个科目沙地伪装，要求特战队员徒手作业，把自己埋在沙地里。科目设置的时间和要求也比较苛刻。以小组为单位，在规定的区域利用沙地60分钟内进行小组协同伪装，达到10米范围内不被敌发现目标。设定这个科目在现实的反恐作战中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你看我们西藏所有的山它没有植被，除了林芝其他地区都是光秃秃的，所以对我们特战队员，你比如说他伪装它其实也是一个生存的目的，你把自己伪装好了，你就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个自身的这种杀伤敌人的这种战斗力。考核组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吸管，用于在被埋的时候呼吸。然而杨中英对这个重要的呼吸工具却似乎并不在意。陈光，到时你最快速度先过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，然后我们几个过去的时候，你们几个都是竖着埋啊，我一个人是横着埋啊，特别注意点，过去之后先埋你们四个。好，裁判员注意，秒表归零。原来杨中英早已想好了对策，开始口令下达后，杨中英的小组就飞快地向一片垃圾堆跑去。杨中英的特战小组整理了一些纸箱子之后，开始向山坡上跑。下面人太多了，跟他们抢场地，我想这个方面就浪费的时间更多。想想那么多人，将近近百号人抢一个场地的话，那肯定会更拥挤，这个施展起来的话速度会更慢一些。哎，你们三个先躺下，暂时躺下，直接土堆摸到土上去了。对，刚好两边都是有沙包，
就是说上面有沙，然后这边有个沙包，刚好人放沙包里面，把两边的沙往中间一挤，他前三个就很轻松就埋下了。在山下捡的纸盒子，在沙地伪装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，不仅可以作为铲沙的工具，队员们即将被埋没之前还可以垫在头部，留有一定的空间便于呼吸。随机应变，就地取材，杨仲英组前三名队员伪装时都没有用到西瓜。打死了啊！不能出去，只打报告了啊！晚上不要动，一直包。一边现在不能动了啊！为了便于小组队员呼吸，在最后掩埋头部时，杨仲英特意去拔了一些杂草做掩护。科目刚刚开始十分钟，杨仲英组的三名队员就做好了掩护。沙地里，另外一个小组的成员也在争分夺秒地忙碌着。他们的组长叫陈思远，和杨仲英组顺利开局不同，他们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。看得到，你别动，太重了。好，别动，你别拖。拉萨海拔3650米，到了冬季，含氧量只有平原的50%左右。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参加魔鬼周比武的特战队员，在这个科目中，只能依靠一根吸管来呼吸。对参加训练的每名官兵，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。第一个是心跳特别快，第二个是呼吸特别的困难，然后一个人在里面，我感觉很害怕那种样子。陈思远入伍8年，曾经参加过3次魔鬼周比武，在平时训练时，陈思远总能名列前茅，但是，一到比武考核，就因为心理紧张而出现失误，多次与勇士勋章失之交臂。当兵8年，如果连一枚勇士勋章都得不到，对于陈思远来讲，简直是一种耻辱。看一下他们打的，啊，能呼吸不？吸不了，呼吸不了。你别吓我。虽然一直在努力地调整着呼吸，但是压在胸口的沙子却是实实在在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走，我们跑到那山那躲去。就是，走，走，怎么样？起！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由于解决不了呼吸困难的问题，陈思远组临时转换地点，试图寻找更容易伪装的地点。时间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紧张了，而不远处的杨仲英小组已经进入伪装的最后阶段。前三个和最后一个比较辛苦，因为前三个他们埋在里面时间较长，他这个呼吸就比较困难了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自我埋的时候非常困难。这个袋子是你们准备的什么呀？它这个袋子是一个背囊上面的，背囊的那个防，那个雨布。啊。站住！别动啊！杨仲英一边鼓励着小组队员，一边进行自我掩埋。最终，杨仲英小组在43分钟时成功完成沙地伪装，获得1分。而因为更换场地，陈思远小组还在向着更高点去寻找合适的地形，在石头处利用山坡上的杂草做掩护。陈思远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隐蔽，但他们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没有隐蔽好。
报告大队长，还有十六分钟。沙地伪装进行的还算顺利，但时间越来越紧张了。队员王涛帮队友伪装好后，还需要完成自己的伪装，他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吗？你藏起来一句，你们组就全藏完了。你先别看我，给我四分钟时间，你一分钟过来找英。沙地伪装哥，沙地，这也是沙地啊，那你沙地。第五十八分零几秒的时候，最后一个人成功隐藏，十米之外可成功隐藏，就算是符合条件。可以了，起立，让我们。陈思远小组全部成员在离规定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伪装，勉强拿到了这个科目的一分，但在时间上他们比杨中英小组明显落后了，接下来他们该怎样奋起直追呢？综合耐力考核的是小组成绩，两位小组长有着怎样的谋略？体能不占优势的杨中英怎样坚持到最后？抢占制高点，队员们有着怎样特殊的方法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《雪域尖兵练成绩》第一集，紧接着马上就要进行综合耐力科目。在这个科目中，特战队员要先后完成举弹药箱100次、蛙跳800米、举轮胎100次、3公里奔袭，取最后一名完成科目队员的成绩作为小组成绩。你放弃了，那我们就是整个小组你就没有成绩。这个体能科目里边谁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？他，然后就是像这个阿旺曲达，最弱的话就是我了。蛙跳的神经啊，我们经常都啊跳成一团一起跳，到时候我跳不完啊，到时候你们要监督一下我。我们不管他们的数，然后我们数20个左右，数20个，我们休息一组。然后下一个人再继续数，轮流数，都是一样的，一次性做20个。你这个抢了后面3分钟。每项科目开始前，杨中英都会和小组成员一起商量对策，最终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。好嘞，一支队，加油，走！按照第一阶段举50次弹药箱，之后每举25次休息1次的方法，杨中英小组的队员们用时5分32秒完成了举弹药箱。接下来进行的蛙跳是杨中英最为头疼的，出发不到100米，他就和小组队员拉开了距离。这是最后一名的成绩啊！班长，这是看谁最强的。坚持，坚持。在到达折返点时，杨中英已经筋疲力尽。为了不拖大家后腿，一直羞于接受帮助的他放下面子，把自己的头盔让队友程鹏帮着拿，这样自己可以加快一点速度。来，准备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！加油！杨中英，高正阳，加油！跳过去的时候感觉还可以，但是跳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怎么说呢？感觉这个大腿肌肉啊，就像抽筋一样，反正就是，你想跳，但是你就是跳不出去。在最后的3公里奔袭中，他们还领先了杨中英小组10秒，一跃成为第二名。
不只是恐惧感，我感觉看到那个山是绝望吧。这一天的考核科目是占领制高点，眼前这个角度在80度的山坡是特战队员们将要征服的高地。科目考核个人成绩，所有人要在90分钟内完成，用时越短分数越高。占领制高点就是占领了这个控制权，因为你占领了制高点，你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视角它就很开阔，同时呢也能够控制整个这个局面。比赛分3个分队进行，每10分钟放一个分队上去。按照抽签顺序，杨中英所在的分队分在了第2波次，陈思远小组分在了第3波次。我的法上面就是现场看有没有什么棍子啊之类的嘛，因为它沙地再软，你把棍子插进去，它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滑了，然后顺着棍子用手协助吧，然后一起往上奔吧，就像一个登山杖一样。因为之前已经过去了一个分队，循着第一个分队的脚印，再加上临时找到的拐棍，让杨中英轻松了不少。啊，他到了边防了，大家。他们上去相当于把那个路线已经踩出来了，跟着他们的路线走，那个沙地都是比较硬的，就是不怎么滑了。我休息，我就是休息个20秒左右，然后喝点水，然后继续爬。到终点了，没我想象的那么困难，但是还是很困难，一路。总算是到终点了。啊，51分40秒。杨中英的小组成员阿旺屈达是藏族人，从小生活在藏区，有着先天优势，但是在真正向上爬的过程中也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刚开始看着还是没有什么那种害怕的那种心情，就是走过去到爬的时候，那迈一步滑一步还是有点老好久。身为藏族人，阿旺屈达认为如果不能取得第一名是很丢人的事儿。追着我们那个中队有一个体能好的一男的，我追着他跑。最终藏族战士阿旺屈达还是没能超越第一名队员，成绩位居第2，号称跑不死的程鹏第3个来到终点。而在另一边，晚10分钟出发的陈思远小组的特战队员们还在半山腰处艰难地前进，走2步他要往下滑1步，走50公分他要往下滑30公分，就那种感觉自己在原地在那蹬30圈一样。那个坡越爬越陡，越爬越陡，那个沙子我感觉那个脚就开始发软了，我就把我的鞋子跟袜子一起脱了。脱了鞋子的陈思源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方法，我就以我那个那双鞋子为目标，我就把那个鞋子扔到我前方差不多10米左右的位置，然后我说我下一个目标就是爬到我那个鞋子的位置。渐渐的，陈思远用这个方法陆续超过了很多特战队员。到那个山顶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我是怎么爬上来的。爬下去，快点，明天站。你多少分钟啊？47分36。在这项考核中，杨中英小组成员取得了满分，陈思远小组因为一名队员受伤退出比赛，排名靠后。因为这次考核的是个人成绩，整体排名不会落下很多。欢迎。然而魔鬼周才刚刚开始2天，接下来进行的科目难度系数只会越来越大，特战小组的巅峰对决还将继续上演，两个特战小组能否保持神勇？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《雪域尖兵练成记》第2集。